田宏、张歆艺一组为爱偶拍摄的婚纱大片曝光，二人沐浴在初夏浪漫的阳光中，或深情相拥，或惬意相偎，或纵情嬉闹，尽情享受着彼此的爱意。田宏和张歆艺在拍摄《解忧公主》时相熟，真相二度合作时走得更近。2015年初，二人正式走到一起，后有媒体曝光了此前袁弘与张歆艺疑似同居的画面，两人恋情正式被曝光。根据之前婚礼喜帖曝光的消息，二人将于5月3日在德国霍亨索伦古堡举行正式婚礼，而5月29日会将为张歆艺举行生日派对，期待婚礼，恭喜恭喜啦！